你走吧，你走，他们不赶快了。推进。啊！哎，志林，我中弹。哎，我打了你啊。还没开始已经结束了，感受就是有点怨的。哦，当时第一轮的时候非常慌乱，所以一看有个黑色衣服啪啪就开枪了，然后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我看枪中的那个是志林。这要是真实的真枪实弹对抗的话，那等于是把自己的战友打死，这个是不可饶恕的。当时心理状态就是我能走上一步就上一步台阶，不管怎么样往前冲，为了我们团队的荣誉。四，我想最起码我能上个二楼。结果上去了吗？二楼没有。